大家少安无躁，咱们今日且说的奇女子，她就是汝南神医君九龄。我看夫人有凶兆。呸呸呸！你这是打算骗还是撞啊？你有病吧你？有病的是你呀，表弟。 我是大夫，你想什么呢？交给诸位了。哎，朱主任，下手轻些。住手！别人敢光天化日之下骚扰君小姐，你可知罪啊？我知罪，知罪就跪下。二位这是？我与君小姐自幼便有婚约。 呸！这一配配的真的是不虚伪不做作，不祝福还不服输。呸！陆云奇要纳君九龄为妾，我对君小姐心愿只诚心求取与你何干？你心愿之辈能说取就取吗？你有几个丈夫？九龄，二弟闷了好些日子了，让他发泄发泄吧。 真的假的？